老板，我头疼，帮我拿一盒三九，再拿一盒止疼药。哎，好。哎，快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跑什么跑？是不是偷东西啊？哎，一进来我就发现你不是好东西，你还真是个小偷。走，给我上派出所。走，老板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算了算了，要不是有困难，谁到这儿偷这东西，又不能吃不能喝的。那他这年轻轻的，不能惯着偷东西啊。脚怎么受伤的？是因为打架吧？你还是个学生吧？我上班了。哟，做哪一行的？保密行业。谁说我上了你的车就非得陪聊啊？跟陌生人说话很不安全的。你说你小小年纪打什么架啊？女孩子不能靠拳头解决问题，拳头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上车之前就不怕我是坏人啊？看我长得帅，开着车就是好人啊？到了。谢谢啊，我那个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来跟你那么说话的。没事的，早点回家吧。又怎么了？我能不能问你借个电话？我想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出来接我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哎，密码四个零。用最轻松的方式。明哲，你跟我分手你有什么损失吗？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？当年我走也是因为我傻，我相信爱情是经得起等待的，只要你不变我不变一切都一样。我不过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回来配得上你，变的人是你，有女朋友的是你，要结婚的也是你，你不是那个受害者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你吗？你知道我当年找了你多久吗？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。